如果放学回家的你发现学校的楼梯无论怎么往下走却依旧还是在二楼循环，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呢？要是我的话，我就偏偏不信邪，循环是吧，那我就一直往下走，哎，这不就到底儿了吗？哎，好家伙，这放学回家遇到鬼打墙了呀，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已经害怕了？害怕的赶紧把保护打在公屏上。哎呀，终于放学了！哎，好家伙，今天上了一天的数学语文，这是上学吗？这不要我命吗？很难受，哎呀，很痛苦，很烦。那接下来只要打扫完卫生就能回家了。哎，小子，我记得今天应该是你值日吧？我不听，我不听！不是，又让我帮你打扫卫生啊？合着我是个冤种蛋呗？啊，对对对！哎，我顶多也就帮你擦个黑板啊，剩下的你自己解决。左边的擦干净，右边的也擦掉，这后面的黑板我记得不用擦。哎，不对啊，后面黑板啥时候多了个死字？杀！哎，刚刚窗外好像有什么东西。小子，这教室有点怪呀。哎，咱们赶紧走，别在这儿待了。来了，老弟。我去啊，这学校闹鬼了呀。我走了，拜拜。那这前面的路肯定不能走了。小子，咱们赶紧从后边。哎，小子他人呢？不是，你别扔下我一个人跑啊。刚才没有你们这么快。哎呦我的妈。哎呀，搞了半天你在这儿啊，你个小菜蛋下楼梯都不会了吗？王探，你不要自己下去试试看，咱们教室明明是在二楼，可是不管下多少层我还是走到二楼这里。哎，拉倒吧，我看你是上课睡觉睡糊涂了，从这儿下去怎么可能是二？哎，不对，我有点乱啊。哎，没事啊，咱们再往下走一层，这次不可能还是二楼。哎，兄弟们，到底儿了，到底儿了！哎，但是这路呢，这怎么是一面墙啊？来，小子，和我一起推一下试试。我来给，干了，兄弟们！哎，不行啊，这边压根无路可走啊，这非常的恶心。没办法啊，先回教室找找线索。哎，这边有新的提示，让我拿拖把去厕所打水。哎，这拖把是有了，但是水龙头在哪儿呢？不会是刚刚出现女鬼的地方吧？哎，没事啊，咱们派小紫出去探探路。好家伙，还跳上舞了，看样子应该没问题。啊，那咱们走你。这里有个开关，应该就是水龙头。我去，怎么都是血呀？这又是谁的手？从下水道里出来的吗？小弟弟，我跟你说啊，你可别把我逮住了。哎，不好，赶紧先跑。哎，有枪挡路。让我们别回头，那这回头会是啥呢？哇，真的很恐怖的。好家伙，小子都看呆了。兄弟们，想看的朝这里来个长点赞，大家一起帮我壮壮胆，我直接回头。嗨，来了！我去，这不无路可逃了吗？冲啊！哎，小子冲上去了，他被女鬼撞到了，他被女鬼抓走了。救命！救命！哎，小子别怕啊，我这就来救你了，把墙先撞开。哎啊，女鬼呢？怎么就剩几根毛了？你薅她头发了？人有实力是不怕的，知道吗？经过刚刚这么一折腾，这楼下的大门总算是开了。哎，走走走啊，咱们赶紧回家。杀！哎，这不是学校的院子吗？我又来了。哎呀，终于看到你的全身了，你他妈到底是鬼是狗啊？你看我整不整死你就完事了。小子，快，咱们分头跑。哎，这货怎么光盯着我追呀？闪了，别闪了。我去，小子，你这什么操作？直接躲在屁股底下，这也行？哇，长的人呢？啊，那行啊，我也来试试。哎呀，果然是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呐。兄弟们，这女鬼好像卡住了，趁现在在保安亭拿到缩小药水，变小号从栅栏这里逃出去。我记得回家的路是在这儿吧。我去，又咋了这是？哎，快看，这里边有个手镯，应该是关键道具啊，先拿好，穿过这个走廊应该就快到家了。嗨，我又来了。哎，都出学校了还追是吧？这老妞我真的服了。穿过大门，接下来就是追逐战。行，我已经准备好了，咱们赶紧开溜。小子啊，你跑快点，可别被逮到了。回头看一眼女鬼，哎，这怎么都追上来了？跑快点，跑快点呀！这还有别的障碍物挡路，不行，这样肯定会被追上。小子，听我的，咱们跳！哎啊，躲进凹槽，逃过一劫。接下来这里是越过传送带，来，小子，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小子他跳过去了，哎，小子他被撞倒了，哎，小子他又回来了。我这脑子有点空白，就很晕。哎，看来还是得我特种带来示范一下，我一个翻滚三连跳，走你！哎，这不就下来了吗？接下来这关感觉有点危险，那咱们还是先让小紫探探路啊。
啊，好嘛，可算是过去了。哎，等会儿，这前面又是来了个啥？好像有人朝我走过来了。这场景是柜台关。我的妈！我就放个学，这怎么什么事都能遇到啊？一个字。看完鬼台关，咱们拿到缩小药水就能从这里出去了，通过管道来到一片墓地，把之前捡到的手镯戴到这人手上，就能成功逃出这里了。哎，快得了吧，这学校你们谁爱去谁去，我是再也不去了。我